睡觉时。就是要像这样子，一个月就是要出来聚一次，真的啊？对，我觉得这样子差很多哎，你不觉得吗？嗯，好啦，我等一下要出门了，那我们再联络啦，再约。好，拜拜。再约嘞？谁那么闲啊？那好，事情多的是，业绩都还没达到，还要在那边跟你们出门，真是烦死了。真是。嗯，应该还没有冰，应该还有冰块吧。嗯，是车子都弄那么软。啊！最喜欢分享细节的达人呢是妈妈。上礼拜啊，她来找我，她说：“哎，我不是有个高中同学刘阿姨吗？就是她的女儿在加州就结婚啊，然后先生后来外遇离婚那个。”他不带他小孩去东岸创业，然后他昨天赖我说台湾有一个莲雾很好吃。就你听完之后，你还以为是什么中文检定考试的听力测验？请问下列哪个资讯没有出现在刚刚对话当中 ？A 刘阿姨 ，B 加州 ，C 爸爸的私房钱。而且我妈发现我没在听的时候，还会考我。我妈还会问我说：“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”我就说：“有啊，就刘阿姨离婚，现在在卖莲雾啊。”男晕船仔的特征。他这边回我。他是小平头的男生哎，因为我去看电影哎，人家去看电影摸到他的手，你现在手怎么可以这么软呢、啊？他最近穿完的时候多开心哎，他都不回我讯息，我也太敷衍了吧？然后跟别的男生出去了啦，他跟别的男生在一起。哎，你还好吗？我昨天看到一个女生，他秒回我哎，他秒回我哎。